我下辈子还会找他当老婆。爱妻之情溢于言表，回想太太慈济志工殷厚梅生前不但热爱家庭，也热爱走上付出的这条路。他每天去的慈济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，我们家人都觉得很欣慰，他终于找到一个他热爱的事情。大肠癌让殷厚梅多次进出医院和化疗，病况危急时也始终挂念未完成、未交棒的慈济志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趁愿再来，我们一起做慈济。兰花、玫瑰和雏菊素雅纯白装点追思会现场，家属的不舍、法亲的追忆，全化为深切的祝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廖玉如、蔡松谷、周晴，美国报道。